我喜欢奶奶让我在她家看小熊和小兔的动画片。我不喜欢奶奶家爷爷的手。哇，快看呀，小熊压在小兔身上呢。他们在打架吗？小兔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吗？小兔做错了什么吗？小熊在小兔耳边说了什么？我问了小兔，小熊和他说了什么？他说是秘密，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草莓糖说，给你吃。是梦啊，原来是梦呀。